四个口，好，然后煎者呢朝下。这螺丝有两款，一款就是 M 尺的，它就是 M8 的螺丝。M8 的螺丝是这个，它是镀红色的，它是镀，这个叫镀基片，这叫这横骨，斜的，这个斜的呢叫斜骨。镀基片就是镀基片，然后。就会从第一孔、第二孔、第三孔、第四、第五，然后再装第四孔装斜补。另外方向呢，要达到它是从直角的话，这边要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12 13 14 15 16 17 18，第十八孔。好，那这样装起来的话，这个是这个柱子呢才会成垂直90度，然后再来这边会留三孔，留三孔之后再这一支就是斜补，斜补上方这边的话，这边的高度横补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按照你可能有些特别需求的话可以去调整这个高度。